在新加坡 Marine Park 同完美先影相 selfie 是指定动作。其实你还可以跳上新开的东甩船，近距离欣赏滨海湾噶。今日咁好天，梗要去 Marina Bay 嗰度游船好啦。Floating Donut Company 是滨海湾一间水上餐厅，由去年12月开始试运。最大的卖点呢，就是不用跟陌生人 share 一只船，可以跟朋友霸晒成只船出海开餐啊。上到船可以简单饮杯 Singapore Sling， 或者吃豪啲啲，点个海鲜拼盘都得。30至90分钟船程，我哋会经过金沙酒店同艺术科学博物馆。而家咧，我哋就喺 Marina Bay 嘅中心啦，好靓嘅风景啊！后边咧就系金沙酒店啦。Cheers！挨住喺船边饮香槟。冇遮冇挡，睇晒成个滨海湾，真系好超啊！